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忧愁统。干啥呢，小朵？爸爸走了。肚子疼。爸爸去上班去啊。坐车呀，爸爸去上班。你这样吧，我让林泰在家陪你坐车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快点，你带苹果坐车去啊，听话啊。不好意思了，哪里的？玲玲，起立，起立。老四啊，今天老爷考考你啊，你面前有三个零食啊，老四啊，你把这三个零食给大家伙分一分好不好？老四啊，接下来呢你给小石头分一个，老四你给小石头选哪个盆儿，选哪个盆儿，老四啊，哪个盆儿，老四啊，哪个啊，这个盆儿啊，啊，这个盆儿给谁，老四给谁啊，这个盆儿给谁，老四啊，给小石头吃啊。啊、哦，老四，那你给妈妈也选一个，哪个是妈妈？老四，这个是妈妈啊、哦。老四，你给妈妈选一个，你给妈妈选哪个？老四，四哥，你给妈妈选哪个盆儿？啊，选一个吧。啊，这个呀，啊，这个给谁？老四，这个、给谁？啊，啊，给妈妈吃啊。那行吧，老四啊，这个盆儿是给小石榴的啊，这个是给妈妈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四，你吃哪个？你吃哪个，老四？你选哪个，老四？啊，你选大的呀，老四，你真精啊！那好吧，啊，这个大的给你，啊，这个盆儿啊是给 Seven 的，这个盆儿啊是给石榴的，啊，这个盆儿啊我看是啥啊？啊？生活能治愈的是愿意好起来的人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放心都是给你，吹着风吹着风，我们家觉得自己长得比较好看的请回头。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好看的请回头，有没有？我操，一个都没有吗？这是都这么没有自信吗？这都姐，你告诉大家你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呗。啊，完了，这么多好朋友关心你，是吧？啊，好了。
朋友们放心吧啊，小七打了三天针好多了，好了吗？啊，好了。小把头啊，相信永恒。